我也会去跟他们去了解，知道吗？懂不懂？我林姐心情好，林姐，因为有时候给你们回信息，我觉得不知道回啥，还不如在直播间我们一起聊聊天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对，我们把粉丝灯牌都送一些，好不好？把粉丝灯牌都送一些。嗯，怎么没有到啊？黑服。啊喂，去你妈子！家人们也不要去骂，也不要去骂。对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实话，对不对？我们群里面也没有人去骂，去骂什么的。可以的，大姐，您放心，您放心，这个事是我会干的。林姐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林姐。阿银幕和陈经理，陈经理骂了阿妹，阿银幕跟陈经理骂了阿妹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对，我们都是朋友嘛，浙江的，是不是杭州的呀？好像林姐是你们播的吧？对吗？家人们，然后我跟你们说一点哦，就是。他们的素质怎么样？我觉得哦，溧水，对，我现在有个叔叔也在溧水，到时候去溧水请您吃饭，欢迎我杰俄，欢迎我杰俄。对，阿紫，家人们不可能有我的粉丝去骂人，知道吗？不可能有我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说不要去骂人，没有必要。是来我们福建漳州 ，OK， 好的。哎，没拿到。我觉得心里还挺好的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开播啊？你们什么时候开播？我去给你们送礼物。我觉得好的，管好我的粉丝，好的，嗯。群要好得多，对。我希望不要去乱说话，也不要说我管好我的粉丝，我的家人们，他们都是一些深明大义的，知道吗？不要说，不要让我去命令他们什么，对不对？我都是希望他们越来越好。那个 WFH 姐姐，这个星宇，你再这样子说，我就要把你拉黑了。什么叫我的粉丝整天去骂人呢？对不对？好好说话好不好？我刚刚在直播间说了，知道吗？家人们来，你们在公屏上面打出来，有没有人去那个什么什么易总跟那个阿子墨的直播间去骂过人的？骂过人的扣一，好不好？如果有人扣一，我就认。但是没人扣一，这个星宇你不要跟我乱说话，知道吗？真的跟个那个啥样，我都说了。谢谢永娥，谢谢永娥，永娥给我入个粉丝灯牌呗，还有那个 WFH 给我入个粉丝灯牌呗，好不好？新年好，家人们，新年好。对，你们自己看嘞，这个你们五级的那个易老板的那个粉丝都说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去他们直播间骂个人，所以说不要乱说话，知道吗？我也不想把你拉黑。没事，家人们，是他的粉丝无所谓的，我们深圳不怕影子鞋，大姐心情好啊，对，我们深圳不怕影子鞋，知道吗？晚上哎，很正常的，家人们，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，知不知道？吴总也骂过人，我没有骂过家人们，我真的没有骂过人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实话，我唯一一次说过那个易老板的，就是跟他正面说了一些话的，就是对不对？那天在那个广场上面，我说你为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说是我安排的？我说是湖南的人就是我安排的吗？真的说这个话我就心里很不开心，我也没有骂他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我就跟他正面对峙了，我说你确定我是我安排的吗？
他又不敢确定，知道吗？哎，家人们，现在的纹身不一定不是好人，现在纹身是一种艺术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是的，林姐，我觉得您，对，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桩风，只要他们幸福开心就好。我骂阿英，阿英李是谁啊？对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他们彝四川那边的，不说彝族吧，四川那边的，基本上我跟你说实话，对不对？只要周边有这些彝族的，基本上都有纹身的。这个不是一个那个啥的，家人们知道不？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包括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有纹身的呀，纹身不一定坏嘛，对不对？我最近还看了几个段子，十二位，对，谁也不欠谁的，家人们，感情里面就没有谁欠谁的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无所谓的，那个平安姐姐无所谓的，知道吗？对对对对的，对的，我跟你说。其实我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，我都想去纹一下身，但是我家教比较严，知道吗？我爸跟我说，你纹了身就不要回来了。是的，全国57个民族都是一家人。好的，拜拜。因为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，哦，对，再也不骂一种，骂一狗，对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永娥自己做自己的，互不干扰。谢谢，没收到，谢谢我林姐，谢谢我林姐，家人们来，你们看你们的那个礼包里面有没有这种像福袋呀、这种东西的，我们都可以送出来，好不好？今天是我们一个好日子，初四嘛，对不对？初四迎财神。我不认识那个，不认识吉列的那个叶子。但是我好像有朋友认识，知道吗？我有朋友认识，我到时候想去，看一下。下不好，家人们，下不好，对。你们有那个粉丝灯牌的，给我亮一下粉丝灯牌，好不好？有小礼物的，给我送一下小礼物。相互尊重，相互成就，我觉得丫头家确实还是可以的。人家买手表，过当就是小东认识他，小东认识他吗？到时候看一下，看如果看有没有可以一起去跟他搭一下的，我觉得还可以，知道吗？我说每个直播间我都看你出，家人们不是很聪明，因为我不是他们中间的主人公，知道吗？你说对不对？我去干啥没有意义，懂不懂？我去说多了也没有意义，我说多了别人反而还怪我。对不对？我说少了呢，我也不想去说，那我还不如不说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去支持就可以了。谢谢谢谢谢谢我六月荷花，对，是不是嘛？我去支持就行了。我这个人不喜欢用嘴说，对不对？我们部队出来的，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不喜欢用嘴说。婷婷白华，晚上好啊。这个叶还是华？叶华，对。您给我送个整个粉丝灯牌呗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是实话的，知道不？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祸从口出，知不知道？叫嘴下积德。我长骂人家是狗，家人们，我说过那个，你看我每次都是叫易老板或者易总。我发现有些家人们啊，就是说你们要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正直一点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我婷婷姐成为六级粉丝灯牌，我看一下我林姐是几级粉丝灯牌了呀？林姐，您发个信息了，我看您是几级粉丝灯牌了呀，林姐？谢谢我六月荷花姐姐送来的墨镜，
荷花姐姐，你可以送一下那个新年的礼袋，哥哥，可以送一个小的。我们说话是这样的，你不要责怪。没事的，我不会责怪家人们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就算去说你们，我也不会去责怪你们，因为你们有你们的想法，知不知道？我不会去责怪你们的，你们可以放心。只是我当时可能会反驳你们，知道不？我们不要去吵。我们说了，我们来到直播间。谢谢我林姐，林姐是八级粉丝灯牌了，对，太牛了。WFH， 您给我入个粉丝灯牌呗。新年快乐，荷花姐姐。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的是真心话，我不是在这里当好人，我也不是当坏人，知道吗？你要我当好人，谢谢我陶公子的粉丝灯牌。就是你要我当好人，我也可以当；你要我当坏人，我也可以当。但是我觉得没有意义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做一件事情要有意义。中午好，妙华姐姐啊，就是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一定有意义，知不知道？希望我们今年，对不对？所有做的事情，我们都有意义，都有回报，是不是？谢谢我小月九九啊，送来的粉丝灯牌。家人们，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在你们面前说句实话。哎，我许莲英阿姨来了，就是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知道吗？我跟你们大家说句实话。但是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懂不懂？对不对？我现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嘛，家人们，我也希望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怎么做，我们不去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林姐，好的，就是他们怎么去做，我们不要太多的去那个啥，我们就去关注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喜欢支持谁，我们就支持谁。家人们觉得我这个话说的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看我在直播间，我要去谈他们，那我直播间，对不对？我直播间，那我人气也能到一两千人，但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。我没有出过，我可以帮刘大姐，我跟你说个真心话，我没有出过任何一点的意见，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说句真心话，我要出意见的话，我头脑也不比别人笨，知不知道？但是我没有出过任何意见，懂不懂？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，懂不懂？我要出意见，现在都不是个样子，但没有必要，知道不？用心去做事就可以了。心情好，心情好，家人们，知道吗？家人，谢谢谢谢啊！我们没必要去做出格的事情，知道吗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家人们，来，还有没有剩粉丝灯牌的那个过年的小礼物，大家可以给我送一点，好不好？刘大姐，哎呀，无所谓的，家人们，最坏的就是我嘛，真的。好的，你说我坏我就坏吧，好不好？你说我坏我就坏。什么时候回四川也不知道，家人们，不知道。不管什么都好，对对对，欢迎我小苹果。家人们给我点波关注，好不好？家人们给我点波关注，行不行？家人们给我点波关注，对。然后我们可以的话，给我点点赞，打波上人，好不好？大过年的不能说坏话，是的，对的。哎，你们等我一下，不行吗？对，大过年的不能说坏话，对。我也不想说坏话，我这个人，谢谢我婷婷姐啊，谢谢我婷婷姐。新年好，家人们，新年好，对，大家都是朋友，对，我觉得是的，都可以成为朋友的嘛，对不对？恭喜发财。今天我跟你说，家人，今天是初四，是一个很好的日，是迎财神的日子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都可以那个啥的，你们都可以怎么样，你们都可以，知道吧？你们都可以，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打三个字，迎财神，打在公屏上面，好吧？你们觉得我可以把阿伟带坏吗？带不坏的，对不对？我自己都不是坏人，我怎么把他带的坏呀？迎财神，对，迎财神三个字打在公屏上面。我们希望我们一年，对不对，都顺顺利利的，好不好？我617大哥也来了。哎，脸号的要命，
什么时候我们礼后过吗？对，迎财神，家人们，我们先不管怎么样，打把迎财神打在公屏上面。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六幺七，您可以跟我入个粉丝灯牌吗？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就是把祝福啊这些东西都打在公屏上面，知道不？欢迎我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欢迎我雨花石。对我们把祝福这些话都打在公屏上面，好不好？我带你们看一下我们桃江的这个修鞋广场啊。谢谢我六幺七送来的粉丝灯牌。家人们，我们也不说这些话，因为我觉得粉丝都是好人，知道吗？我说句实话，粉丝都是好人。但是他所站的立场不同，知道吗？他站的立场不同呢，他就会怎么样？他就会去想一些不一样的事情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谢谢。对，家人们都可以给我点波关注，都可以给我点波关注。新年好，龙年一路长虹。对的，祝家人们和我龙年都一路长虹啊，好不好？我们都不怪，欢迎我曾小飞啊，曾小飞姐姐。其实你们老家很好玩的，对，我们老家很好玩的，我们湖南老家真的很好玩，这座城市非常适合生活，知道吗？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老家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家的房子在旁边就是。就是我们家嘛，中午好，家人们，中午好。我们那边不冷，我们这边出太阳，家人们，我们都可以穿短袖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都可以穿长袖，知道吗？我们这边消费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说消费的话哦，你们福建的消费，我觉得跟我们这边比起来差不多的，真的，不骗您的，我们在海南60几度。20几度，对，我之前就是在海南，家人们，我之前就是在海南的，我知道。其实我们这边的消费很高的，真的，我说句实话。欢迎我冰淇淋啊、哦！其实海南还好，海南冬天还好，我喜欢冬天的海南，十二月到四月我都喜欢。我女朋友不知道在哪里。这个客星，你们今天那边20多度，我们今天这边也是20多度，我们这边今天也是20多度。龙年遇桃花，阿妹漂亮。阿妹是谁啊？阿妹，家人们，你们告诉我阿妹是谁，好不好？阿妹是谁啊？你们那边的基本工资，你说桃江吗？桃江的基本工资我可能不知道，可能也就两千多吧，我不知道哦。我没有充那个东西。小王的妹妹，他们说的阿妹才是，阿妹应该不是，看到没有？我爱桃江。阿妹是阿伟的新朋友。哦，你们说的那个阿妹是不是那个，家人们，你们说的那个阿妹是不是那个，就是在那个车上面，不在他吃饭的时候，家人们给您看一下。对，就是那个在他吃饭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女孩子啊，是不是啊？对吗？那女孩子看着应该也是挺单纯的，不是的吗？我不认识那个阿妹，我没跟她见过。对，就是那个泼了，她去拿她衣服去干洗的那个嘛，对不对？
那他去衣服干洗的那个吗？阿伟，阿伟的心是很善良的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句实话，知道吗？他会把很多东西都做在细节上面，知不知道？你不要穿衣服，怎么这么大碗？是阿伟助理兄，小王的妹妹叫阿妹，好像那个女孩子叫阿妹吧？是吧？海边这里，你自己出的钱吗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个这样就很好嘛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对，是的，所以说他不会拐弯抹角的，知不知道？他们不会拐弯抹角的。对，家人们可以把我直播间。